会不会太多？他不是跟那个妈妈把小孩抱去，跟那个七眼鸟一样，然后那个小孩就说：“是光明，这是干嘛的？”对，就是他是军区的，为什么？台湾的我们大鸟。啊，这个就我不敢拍。刚刚有人好笑啊，一直吹我呀。人家喜欢的东西啊。Hello， 欢迎来到哈哈先生的频道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一直在过敏，一直在流鼻水。哎，是不是对笨蛋过敏啊？嗯。我是不是对笨蛋过敏啊？笑死！回去了，记录一下啊。现在到了新北市，看天气这么好，不可能吧？只有我家在下雨。既然我家在下雨，那就往好天气的地方跑。哦，收费吗？哦，都那么好，人都那么好。对啊，真 nice 呢。你要停那边，当然就停这边啦、啊，还让你收费，这样怎么好意思？哦，那很棒啊。真的是啊。现在有人要来看庙会，啊，到了，是庙会吗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在哪？神将出来了。啊，现在有人很兴奋，因为神将要出来了。在远方。啊，上面的球好美。看这边灯都会亮，真的。刚刚不是跟那个妈妈把小孩抱去跟那个七爷八爷合照，然后那个小孩就说好可怕、啊，妈妈就说你做坏事了是不是？人家是神明哎，在怕什么？我心想说靠，我也好怕、啊，我也会怕、啊，我受妈，我也会怕、啊。哎、欸，这熟门熟路哎、欸，林小佑啊，你熟门熟路哎、欸，你爱的东西啊，当然会熟门熟路。对啊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说哎、欸，你 是白鸭酒。对啊，我是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咸光饼。这是干嘛的？它吃起来就是很像苹果面包的味道。有加一点点盐巴，还蛮好吃的。那它在这边的功用是？就台北的神像都挂这个，它南部都挂饼干。那、啊、为什么神像要挂这个？这是饼干的感觉。哦。对啊。好。现在看看。哦，好吃哎！真的好吃的，好好吃哦。好好吃哦，它是好吃的。你知道乖，居然还有讲到以前的故事。这个很懒的小孩，爸妈出门了，然后把他身上挂一圈饼干。对，就是他是GG的，为什么？太懒了。是，因为最后呢，他懒得把旁边的饼干转过来吃，所以他也是饿死的。也是有懒吧。你都不怕、啊？他在放的时候，你就这样捂住就好了，跟你在讲话一样啊。我耳朵就捂住就好。
放炮。放炮。好。太近了吧！可以拿，可以拿，可以拿，可以拿。可以拿，那可以拿。哇塞！看不到你了，怎么太多？我想过去一点，你在这边拍，我过去一点。我怕鞭炮，我怕好，我根本没地方可以去。啊！我们终于出来了。怎么形容金山王出巡？台湾的三大庙会之一啊，所以看很多人其实都为了仰慕这个活动而来。你看那个鞭炮是吃不完的，然后吃炮再来这边就好了。我先讲一下鞭炮，刚才鞭炮在我右边放，那个鞭炮火药库来 VCR 上架，对，就是这么多。我刚才捂住我右边的耳朵，就放完之后呢，我把手放下来，知道吗？我左边的耳朵在叫。你看，这就鞭炮声，超大的，我认真的吓到。你是本来就讲话没在听啊？什么意思？没办法，看一下的。再下一次。不行。那我们现在步行离开，去休息一下。没有休息，我们是要继续去再战。好累啊。各位，我现在还在身心灵受创。其实鞭炮吓到也是没问题的，其实刚被一爷八爷的脸吓到也是没问题的，没有吧？你最爱啊，就你最爱啊，根本就是八九嘛，是八十九公斤，啊，现在真的是精神有一点。刚刚太煎熬了，我不能说煎熬，刚刚比较紧绷一点，现在稍微放松松，休息一下。那我们家要干嘛？好、，My God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广州街的夜市。大家这边坐哦。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这个我不想拍。青蛙哎，我是蛮喜欢吃田鸡的，但是它就是不扒皮的，所以带皮的我就有一点点小小的，就是有点怕怕的。但是剥皮的我 OK， 对吧、啊？因为我们上次去168海产店，还点了一道三杯田鸡，那个就好吃 ，OK 的。做鞭炮挺好的。这个人很帅。客气。